大半夜的你不睡，蹲这吓唬谁呢？夜游迷路的，等着你一块儿回去呢。不用等我，我还想再凉快一会儿。兄弟，不能再凉了，再凉就凉透了。吓着了吧？走了。军情甲子001号，李东东，女。22岁，军区医院外科护士，党员，军龄3年0.2个月。父亲，曾是我省的宣传部部长、省委常委；母亲，某大学的党委书记、军医顾。多年来，一直跟着姨妈在一起生活。姨妈，军区医院外科主任；姨父，周副参谋长。叔叔，我军某军军长。 伯父，总参谋部副部长，怎么样？够你呛吧？兄弟，在目标确定的前提下，路线的选择是成功的重要因素。有限兵的要求就是隐蔽、直接、迅速地达到目标，这一点你比我懂。我不懂你那一套。 我也不知道你刚才说的什么情报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兄弟。只有插上小红旗的地方，才算是自己的地盘。明白了。行了，我回去睡觉了。 这稻草买的挺便宜的，乔大伟，哎，大仙啊，哎，这稻草可是稀罕物啊，这从哪儿拉来这么多呀？城南。哎，咱们这方圆百十里呀，就你这种种稻的，哎，你们弄这干啥？我们房子不够住，盖2间草房去。哎呦，这不还没嫁过去呢，俩人就合起来添大办啊！回去呀，你看我咋收拾你。 走吧，走。哎呦，干嘛？黄秘书，那个我文件落到办公室了。哎，李东东，你干嘛呢？ 黄秘书，哟，军区医院的小李同志对吧？找我有事儿啊？哦不，我等冯秘书。哦，那我就有点自作那个了。<笑>你们约好了？没。哟，这就不好办了。办公室没人了，再说今天下午我也没见着他呀。那他出去了？不大清楚，跟的不是一个首长啊。 小李啊，别等了，我请你吃饭，吃完饭接着等。不用了。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没有。谢谢你。
瞧你那点出息，干嘛下午连电话都不敢接啊？哎呀，我怕什么呀？我是真的那个去办公室拿文件去了，文件找着以后呢，那个我那个肚子就特别难受，然后我那什么去了？你说我那什么的时候，你来接我。行行行，别说了，陪我一块排骨，让我补补。哎呀，好。行啊，人早走了，别躲人家，躲着没用。我躲谁呀？我，你别过装啊！我问你，为什么不见人家李东东？他来了吗？你看见啊？你看，别装啊！你再装就对不住我了。害得我又是打电话又是跑腿的。哎，你以为我真的让你打饭呢？都给你。嗯，行了行了行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是不是叫人家家庭背景给架着了？说实话，我压根儿也没往那上想啊。我有刘汉香啊，这个你知道，人家叫我到公园去玩儿，也没什么呀。我拒绝人家的挺伤人的，也伤自己。再说我心里又没鬼，我怕谁呀？我觉着啊，你应该真正好好研究一下农村随军夫妻的生活质量，这课题不错。嗯，我就不用了，反正我是一定要把汉香带出来的。哎，那人家李东东怎么办？总该跟人有个交代吧。嗯，哎，我给汉香写封信，把他叫来。李东东一看见不就明白了吗？这样汉香也能放松一下。辛苦好几年了。哎呀，咱爸的手真快，编了这么多帘子了。跟我走吧。哎，铁蛋儿，你的信，谁给你写的信啊？同学。同学天天见面还写信啊？是不是女同学给你写的信啊？不是。别干了，赶紧去写作业去，好好学习，听见没有？我不想上学了。你不想上学想干嘛呀？你想跟女同学谈恋爱是不是？我想回来劳动。劳动？你太累了，我想回来帮你。我又累不死，指望着你回来挣那几个工分我就不累了。你别干了，前两年那么难咱都过来了，现在你哥每个月还给咱寄钱，好多了。可你还是累，我长大了能帮你干活了。铁蛋儿，你这样我心更累，你要我怎么跟你哥交代呀？你咋就没有一点你哥的志气呢？你不上学你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的。你哥为啥去当兵呢？我跟你哥几年连个信都不敢写，你对得起我们的一片苦心吗？你我就是不想上。你气死我了。你要回来劳动，你就当这个家。我既没脸，也没必要住在这个家里了。我现在就走。嫂子，你别走。嫂子，嫂子，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话，把学上完。王大儿累不累？不累。卖了钱，姐给你买糖吃。给你买块圆圆做什么？省点劲儿，路还远着呢。帽子不好，姐给你买一个带檐的毛帽子。到了，嫂子，哎，你看那块那么多拐走。哎，就是就是，你们俩去摘吧，注意安全啊。好好，走。你这炒帘子质量不怎么样啊。陈婶，你再仔细看看，咱们这儿的炒帘子质量我都清楚，跟我的都没法比，你再看看。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当然是你说了算。八分钱一个，卖不卖？厂长，
没这个价。你卖不卖吧，我正忙着呢，没工夫给你磨牙。厂长，你说这价格我没法卖，这连本都不够。好，你看谁给你的价高，你到谁那卖去啊。哎，厂长，你看我以前也是咱们这儿的职工，能不能照顾我一下？哎，你这样说咱们就好商量了，说不定啊，我给你的价比你卖的都高。那谢谢你啊，厂长。光拿嘴谢我？这样，到我房子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价，走。走嘛，啊，走嘛，快！哎，把你的脏手拿开。老三爷，你打他，打他！哎呀，别打了！哎呀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别把你的狗眼打掉了，歪心打正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咱说两天大老实了！别打了！哎呀！铁蛋，铁蛋，完了，咱把拉派出所走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妹子，别打了啊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这草帘子，我全部按特级价给你，行了吧？把你打伤了没有？咱们先带你看病去。没有没有。刘厂长，对不起啊，我挣的也是辛苦钱，我这草帘子质量真的没有问题，你也别按特级收了，你就按一级收吧。你能收我的草帘子也算是照顾我，谢谢你。好好好，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啊。走，坐稳了啊，走。爸说他头疼。哎呀，你别挤了呀，带我爸到医疗站去看看嘛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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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妈给我放点水啊，喝多了。香儿，吃了没？妈摊的煎饼，过了我烙的菜盒子。吃的比我还美，撑死他。别说了，再说头更疼。找你什么事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和尚们的事我可不管。爸，哎，别迷糊我，我那警惕性可是高着呢。你看你，女子喜的，你让娃把话说完啊。啊，说说说说。爸，啊，妈，你坐呀啊。刚那儿来信了，让我到部队去玩几天。真的？啥时候啊？明天，我明天就走。快给我拿点钱，啊？钱有。不用了，妈，我有。要不够啊，到县城给你哥再要上一点。穷日子富路，多带点钱，路上用的方便。哎，再买几件自己喜欢的衣服，哎，咱女子心疼那一打扮啊，比她城里人还漂亮呢。在钢蛋面前也和她长脸啊。香啊，明天早上让你爸送你吧。知道了。部队上别使性子啊，也别给钢蛋吵架啊，这男人啊在外面脸面重要，知道不？是。病好了吧？病好了，病好了。下剑人，二路，上左五六，嘿，八左三前正四，左西，嗯。小心！站住！啊！竟然一点荣辱感都没有，还笑得出来？迟到了，光荣！白天没本事准时出操，晚上还不老实点，入列。是。加左分，哎，放开手，快跟着，别
开上火。是。加厚跟。加厚跟。报告！为什么不出仓？我老婆她来探亲来了。什么？昨天半夜刚到。继续进行。啊，是。老东西，咱俩到底谁欺负谁？大叔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咋回事？咋回事？你家毛大把我们羊给弄死了。这你看，爹，咋了？毛蛋咋了？毛蛋咋了？咋了？把羊弄死了！你是不是又想讹我们？哎呀，闭嘴！爹，他一个孩子能把羊给弄死？你要是眼没瞎的话，你看看这羊尾巴，你看看这羊尾巴。小兔崽子，你说啥？声音大点，叫你爹听仔细了。你咋就能肯定是毛蛋干的？不信，你把那小王八蛋给叫来，你自己问。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怎么？瞪那么大眼干嘛？想把爷的牙拔了啊？你给谁当爷呢？给谁当爷呢？我给你当爷呢！哎，你看你怎么？赶快去！你横了你！快去！老把那小子找回来！把那小兔崽子给我找回来！快点去呀！咋回事？你问这老东西！你的嘴上吃屎了！老东西，这羊你要赔哦！你要赔哦！哎呀，我这是做什么孽了？我爸，爸，喝点水吧。别劝了，劝也没用。上回那俩娃把你气跑了，就想上吊呢。哎呀，这事儿咋都遇到一块儿了呢？还不知道那俩娃把那小东西找见了没有？真急人呐！但愿毛蛋别出个啥事儿。狗蛋找到没有啊？我们把村子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找见。二哥让我跟你说一声，他自己到村外去找了。你快照顾咱吧，快点。什么时代了？不知道你们一天到晚都在干什么？不读书，不看报，几十年一贯制，年年拿出的计划都一个样。我养你们这些参谋干什么？养这些干部干什么？我养一些炮长，那不是更省事吗？同志们呐，我们眼光要看远一点，要看到十几年、二十几年以后。眼光要宽一点，要看看我们的邻居，看看大洋彼岸，人家都在干什么，都干到什么程度了。重启。是。我们走。哎，首长，首长，首长，房间已经安排好了，今天您就不走了。在你们这儿睡，我怕你们懒散的空气熏得我明天都起不了床了。首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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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王秘书，麻烦你再给首长说一下。你觉得这个时候我说什么，首长能高兴？哎，王秘书，毛蛋儿，找到了，在后面草这沟子上躲着呢。
被乔老伯给发现了。嫂子，你咋了？咱回吧，快咱回。走，嫂子，我带你去医疗站。走。老大，你放下我，你也跑了一夜了，老大。铁蛋儿，你放下我，我能走。喂，你好，廖参谋长办公室。哦，韩参谋长，我今天没时间啊。明天也没时间，韩参谋长，我劝你还是把心思用到计划本身上，计划以外的功夫帮不了你。啊，好，再见。说。说不说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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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你干啥呢？我不是跟你说好了不要打人吗？听我说，说，还哭，知不知道惹祸？是不是给咱爹和嫂子活活给气死了？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打他也不解决问题。王道，你过来，是不是你给人家同学家的羊尾巴上拴鞭炮了？是不是？说话！哎呀，我不要你管，不要你管。你跟嫂子说实话，是不是？那羊被鞭炮吓着了，才撞到拖拉机上撞死的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哪来的鞭炮？买的。你哪来的钱？你给我买汤用的钱。嫂子，我叫你惹事儿，惹事儿！铁蛋，铁蛋。嫂子，回屋歇着吧。好，嫂子。方秘书，老兄啊，我真是服你了。进来说吧，韩参谋长。电话里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你就是不听啊！确实怨我了，没重视你的提醒。这两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这说归说，到最后还都一样。你是做参谋长的呀，怎么能这么不敏感呢？那以后怎么发展？国家目前是各个领域都在调整，都要发展，国防也自然位列其中。最近我看了一些国外的军事理论著作，深受刺激。很简单，先学习，学习新的东西，然后拿出一份新的训练计划。王老弟，你给拿个主意，怎么干吧？我都替你想好了。军区的资料室进了一批新书，这是书单，照着这个去借就可以了。尽快把计划拿出来。老爷子那边，你就说上回参谋拿错了，把这事先对付过去。记住啊，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，你亲自过来也可以，但是一定要拿出新的东西来，这样不光对你，对部队的建设也是有好处的。冯秘书，咱们先去借书，等我下次送计划的时候再说咱们兄弟俩之间的话啊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韩参谋长，这个呢？哎呀，一条烟两瓶酒，给你解乏的。韩参谋长，你看这就和平时递你一支烟敬一杯酒没什么区别啊。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。韩长，你走走走。哎呀，走。赶紧着，哎，来，再看一个，来，怎么才爱上弹琴的？汉江来信了，说生产队忙，家里事情多，走不开，不来了。那不天助你也吗？
哎，不过我一直觉着啊，你这样处理问题有点不太妥当。那怎么办？要是不这么做，我受不了场了。你真想这么处理问题啊？那你趁早别干秘书这行了，整个一简单幼稚，说不好听点，自私，不负责任。你说的对呀，侯哥。来，谢谢。哎，王秘书，走。怎么样？最近工作很忙吧？跟首长下去了两趟。啊，哎，今天下班有事吗？没事。东东说找了你好几趟都没找到，他搞了两张今天的电影票，说让我交给你。啊，到时候他在门口等你，啊。以为领导也抓不着你呢。今天首长正好没有安排。你不是故意躲我吧？你又不是狼，我躲着你干什么？这么想就对了。走吧。哎，今天早上我刚刚下夜班，团委就让我又办了两期的黑板报，还有一期的稿子，哎，可把我累坏了。那还看电影啊？想见你呗，我都找了你好几回了，好不容易抓着你，再累我也累。哎，今天早上姨父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你拿到电影票了，哎呀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高兴，可是我又特别紧张，我怕他说他找不见你。或者说你没时间来，那我肯定会晕死过去。哎，你喜欢跟我在一起吗？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你说话呀。你挺特别的。喜欢吧。王建成，你怎么来了？王建成，你对得起刘汉香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别以为我刚才什么都没看见。哦，普通战友，普通战友，但愿就像你所说的是普通战友，但愿你的良心没被狗吃掉。刘汉香在家里带着你几个弟弟，每天除了按时上工外，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打草帘子，他现在已经累脱了人形。你有几年没见到他了，啊？我现在敢保证，你第一眼看到他，你绝对认不出来，她是个年轻姑娘。她现在已经是一个被生活拖垮的农村妇女。这是我的事情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行，明天跟我回去。去哪儿？回你们家，跟汉江结婚。如果筹办婚事需要钱，我给你垫上。汉香的随军的事情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，我替他解决临时的工作。总之一句话，你得给他个交代了。再说事情这么吊着，我对你不放心。我是军人，军人结婚是要审查批准的，回家是要请假的，
军人跟老百姓是不一样的，说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明天一早我来接你。刘汉香在家里带着你几个弟弟，每天除了按时上工外，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打草帘子。他现在已经累脱了人形，我现在敢保证，你第一眼看到他，你绝对认不出来她是个年轻姑娘。她现在已经是一个被生活拖垮的农村妇女。冯队长，早啊！报告，进来。小芳，收拾一下，马上出发。这日程上没有安排啊，上午您还有个会需要主持。会议取消，下连队。是。首长，我想请十分钟假，有些私事需要处理。抓紧时间。是。哎，猴哥。哎，猴哥。带钱没有？借不带钱？刚发的津贴你就全造光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呢。你回头我再跟你解释吧啊。哎，全拿走了，你给我留点。秋兄，因为有紧急任务离开军区，所以今天早晨无法和你碰面了。这些钱麻烦你捎给汉香。除了补贴家用，让他买些化妆品。我会在办好相关手续后，亲自回村和他完婚。冯家昌，吉日。练得很好，继续。是。哎呀，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的饭了。我带你尝尝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比平常吃的多多了。连队长还是差些，提前也没通知，没来得及给首长准备小灶。大锅饭吃香的。战争年代那么艰苦。红米饭、南瓜汤，可是胃口好得很，精神也好得很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啊，生活在一个虎虎有生气的集体当中。今天，到你们八连，这种虎虎有生气的感觉啊，又回来了。我现在身体是不如过去了，可精神上感觉又年轻了。哎，小芳啊，到。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呢，虽然住在军区大院里头，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就拿你跟谭连长来说，从当新兵开始，就顶着牛吊着劲儿，对不对？首长，严重啊！我可不想当和事佬，顶得对，吊得好嘛，啊！当兵的。就是要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什么叫你追我赶？我看你们俩就是。有人说啊，你们两个是拴在一个槽上的叫驴，可事实上呢，是顶出来、吊出来，两匹千里马嘛，啊！首长，您的评价太高了。现在啊，你们的工作性质变了。一个在带兵，一个在机关了，顶不上牛了，变成了互补的关系。
要讲团结了。怎么样，握个手吧，啊？哎，其实说实话，我挺羡慕你的。羡慕我什么？羡慕你可以在这样的首长身边工作，朝夕相处，耳濡目染，多守多少艺，少走多少弯路，强过读多少书啊。你看，你才跟首长接触了一天，就有这种感触。我这种感触其实很深。我信，如果换作是你的话，我想我会和你有同样的感受。以前读《史记》啊，读到刺客豫让栖身涂炭，不折不挠地为旧主报仇，非常不理解。现在似乎好像明白了一些他的心思。可能有人说那是一种愚忠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忠贞啊，绝对是一种美德。信守忠贞是一种美德，有时候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尤其是在做重大选择的时候。是啊。我还羡慕你呢。你羡慕我什么呀？我羡慕你有那么多好的条件。你看，作为城里人，很多我们跳着脚都够不到的东西你唾手可得，所以我对你不是很服气啊。照你这么说，我是占了起点比你高的便宜了。不服气你来啊，你带一个脸，我也带一个脸，我谭建华照样把你撵趴下。做那些不现实的假设有意思吗？典型的阿 Q， 嘴上功夫我肯定是赢不了你。今天晚上所有的训练科目连轴转，明天早上我要赢不了你，我这个坛子算白送给你。那试试，开始吧。看样子，你们这两个家伙折腾了一宿。我们把所有的科目都跑了一遍。嗯，好。侯秘书。哎，李总统。听侯秘书说，你每个月基本上把工资都寄回家里了。自己的伙食很简单，你看你最近的脸色也不好，我给你补补。这是朋友送给仙带鱼。不用，谢谢。那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我不是跟你客气，我有事儿，外边有人等我，谢谢啊。来，何秘书，来来来，吃点水果。好，马上就来。你看这礼拜天还麻烦你，过意不去啊。行，大的结构没问题，内容还不行。你的意见。你家里没事吧？没事啊。你看你把礼拜天都搭进来了，我还能有什么事啊？时间这么紧，干脆咱们今天就开始干怎么样？争取早点把它拿下。我没问题，那就辛苦你了。我熬个三天三夜没问题。谢谢啊。你看啊，开头这么开就显得信心不足。我早就说嘛，不掌握全球最新的动态是当不好一个参谋长的。国家的情况要随时敏感地把它捕捉到。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整顿恢复生产，抓紧建设，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呢？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去翻阅国内外最新的有关资料，搞出一个在全军区能够有推广借鉴价值的训练计划。
是。